谂下主耶稣为我哋而死，我哋嘅心里面就感激天父，多谢耶稣，多谢耶稣。我主为我流出。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残忍的刑罚，是令到人呢很长的时间在十字架上很难呼吸，因为呢他每一次呼吸都要用脚撑起自己的身体，而身体的血一路流着，也都是曾经被鞭打。但耶稣最大的痛苦不是钉死，最大痛苦就是他为我们成为了咒诅，为我们成为了罪，叫我们能够脱离一切的咒诅。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何离弃我？因为在那时天父和他是分离，这个是他在永恒以来最痛苦的一刻，因为他一向和天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，但是那一阵他是跟天父分离，被天父弃绝，因为他是完全承担了我们的罪，本身成为了罪和咒诅。我们就多谢天父，感谢天父，我们不配你这样为我们差遣耶稣为我们死，我们多谢你，求主赐给我们一个感激的心，一个悔改的心。在这阵我们在神面前悔改，神啊，我们没全心爱你，求主赦免我们轻看神的救恩，轻看神的圣洁，求主赦免我们。我们有勾人不饶恕人，数算人的不好，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罪，求主洗净我一切的罪，求主赐给我一个憎恨罪的心，憎恨我们所犯的罪，我们不想再得罪天父，我们真心去感激耶稣居然为我们死，多谢天父。十字架也是一个很羞辱的刑罚，其实历史记载钉十字架是除晒衫，其实圣经的记载都是除了他的外衣为他的女衣沾扣，所以神的儿子居然为我们赤身露体
是极度的羞辱。但是所以我说耶稣钉十字架的画家都不能够将他赤身露体画出来，所以都是有一条布在这里的。但我们感到耶稣为我们承担最大的羞辱，叫我们脱离一切的羞辱，我们就不要活在羞辱里面，我们就活在神的圣洁和光明。我们多谢天父，赞美天父，我们预备我们的心去领受主耶稣的身体和宝血，赦免我们一切的罪，更新我们的生命，也都耶稣居住在我们的里面。